这我不知道说什么，说你什么好。你赶快消失在我的眼前。再见。马上消失，马上消失。拿着钥匙。拿着的。问题你还要把车灭了，给我关在里头。我，你能把那个？又把锁锁在车里了。你把门开一下。真是气死了，气死了，不在一个世界里。就他在那么生气的时候，他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儿。哦。英语做不够好。你怎么就那么瞧不起我？当然我是个变态人。你就是个变态，你快给我滚下去了！我既带着你迎接暴风骤雨，我也是你的暴风骤雨。